我们来看第一则谱例。第一个音是第六弦的开放弦，我用右手的拇指来拨第六弦，左手就不用按。第一个音，第二个音是第六弦的第一格，我用左手的食指，当然如果你想用其他的手指也可以，压住第六弦的第一格。一样是用右手的拇指来拨第六弦。下一个音是同一根弦，第六弦的第三格，我用无名指来按。连续弹的话是这样。下一个谱例，第一个音是第五弦的的开放弦，我用拇指来拨。下一个音是第五弦的第二格，我用中指来按，用右手的拇指来拨。再下一个音，第五弦的第三格。以此类推，下一个谱例上面的音是第四弦的开放弦，以及第二格跟第三格。好，我连续弹喽。再下一根弦是第三弦，好，下一则谱例里面的，先是第三弦的开放弦。再来是第三弦的第二格，右手的部分则是用食指来弹。好，来，第一个音，可能镜头会稍微被我的拇指可能会稍微挡住食指。我把拇指拿起来看，各位可以看得到我的食指。来到第三弦的第一个音，开放弦，第二个音，第二格。下一则谱例是第二弦的，分别是开放弦以及第一格跟第三格。我会用我右手的中指来拨吉他的第二弦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刚有一点杂音。再来是第一弦，分别是开放弦、第一格跟第三格。我一样用右手来弹的，右手有无名指来拨第一弦。来喽。我现在，把刚刚第一个谱例到第六个。从第六弦开始弹，做一个连续动作。接下来，我把刚刚弹的这些音倒过来，整个顺序都颠倒了哦，变成从第一弦开始弹起，第一弦的第三格，第一格在开放弦，然后第二弦的第三格，第一格开放弦，第三弦的第二格开放弦，第四弦的第三格，第二格开放弦，然后第五弦的第三格，第二格开放弦，然后第六弦的。第三格，第一格，开放弦，开始喽。